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，买衣服上唯品会，超多大牌，天天有三折。Hello， 真的好突然啊！早晨7点多钟给我老婆做早餐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老婆要生了，好紧张啊！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紧张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医院了，医生都给做了准备，现在就等着小宝宝的降临了。怎么办呀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好紧张啊！但是现在医院有特别严格的规定，就不让我陪老婆进去生宝宝了。我只能在外边等着。我老婆现在就要进手术室了，我就只能在外边陪着她了。我现在好紧张啊！真的好紧张。我媳妇儿胆小啊，我看见她好乖好乖。她害怕了，她紧张。我在这等你啊。去吧，出去。别害怕啊。在那边等。别哭。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，自己要做什么。阿姨已经进手术室了，我在外边等着呢。孩子一下就胃往这沉一下，我们回到病房了啊。你有感觉？可能没有感觉，大概3个小时左右，哦，就慢慢就。今天已经是我跟我老婆在医院里的第4天了，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。今天老婆的状态恢复的还不错，但是伤口还是很疼。本来昨天就应该是最后一天，今天出院的，但是老婆的伤口太疼了，所以决定再在医院住一天，然后她的状态也恢复的好了一点，现在就可以跟大家打招呼了。我老婆爱臭美，她不想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啊，让大家看见她的那个样子。哎呀，我们家小宝宝在哭呢。哎呦，宝宝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现在的状态恢复的好多了，前两天疼的都下不了床。我们家小宝宝饿了，要吃奶了。我觉得在医院里给老婆做陪护太好了，这真的是一段不同的经历。我每天睡在这里，我们两个离得很近。咦，现在不能吃得太油，要吃清淡的，属于伤口在恢复，然后也属于月子餐，要忍着点疼啊。来，老公扶你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你吃什么？我吃你剩的，吃苦了。把这段生活记录下来，以后等宝宝长大了可以给宝宝看。这是我老婆每天吃的加餐，酸奶，水果。在吃什么呢？现在帮我美颜。在吃水果吗？嗯。还疼吧现在？
太辛苦了，女人生宝宝真的太辛苦了，多吃一点啊，老公在这陪着你呢。我去喂奶。去喂奶了，去吧。我们今天就要出院喽，然后带着宝宝陪妈妈去坐月子。今天状态好很多了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疼了，可以坐着吃了。宝宝现在也都特别好，特别健康，特别可爱，关键是特别白。我跟妈妈都不白。你不白好吗？我是黑，但是宝宝有点太白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这么白的宝宝。好嘞，出院了再告诉大家。家里来个小宝贝，给他的衣服要好好挑，面料要柔软，还要无骨和标签外缝的，才不会硌到皮肤。上唯品会搜杜淳就能买到。本节目由斑马 APP 赞助播出，学语文学思维学英语，三到八岁上斑马。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奶粉赞助播出，美素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不便秘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18点会员抢先看婆妈，每周五中午12点会员尊享 Plus 版，解锁更多精彩内容。我们俩会带着四位妈妈出去玩。啊，咋啦？旅游团出发了。好，你累不累？来，我不累，我来就是陪你们。今天我给你们走，一定要从头拍到尾啊！好，好看吗？好，挺好，可以的。回去的时候你们看照片，你就会想起我。帮你吗？我来帮你。我们黄圣依特别对我好，谢谢黄圣依啊的照顾。其实我今天出来不光是玩开心，我还要学一学怎么做婆婆。圣依是关心婆婆，但是这个婆婆呢也会疼人。我也想跟她说的，我也疼着媳妇，她对我太好了。哎，妈，你先回来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啊！你给我买礼物，你看看那太小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你咋不买呢？我说这啥？我看看，这个包装太好了，你看看吧。我猜猜，一把扇子？不是，一把梳子。百慕梳子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是吧？猜对了，这个百慕梳子不特别好。好的。哈、一天旅游结束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。两个媳妇儿，黄圣依和那个莎莎，山莎莎，莎莎那个媳妇儿也会照顾人，还得找地点上哪玩好，还得达到我们满意。大多数时间呢，我是跟着黄圣依婆婆，这面呢是跟着莎莎的婆婆，我就观察，人家怎么就对儿媳那么好，人家怎么能那么细心的关爱自己的儿媳。你也关爱我啊？没有啊，但是我跟你比还是差的很多呀。我们有我们相处方式。哎呀，好儿媳。孙同学，你出去受了什么委屈了？心里头，对，你要受什么委屈了，你要什么不开心的事了，你就跟我说。哦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就直来直去。我们这个家庭是有话说话的。每次早上的时候，我跟张卓一看到你就小茶几就蹲着这样子吃饭，就好像在虐待父母亲这样子，心塞了，你懂吗？哦，你们是那么想的。所以我在那个小茶几那边，我就不就贴的那个松字嘛，其实就想你在餐桌吃饭嘛。我还在那儿吃饭。对对，当婆婆也真是也是一门学问。就是我当婆婆的怎么爱你，这个今天真是主要对我思想真是有很大的改变。是，嗯，我不能就是那么刁难你呀、啊，怎么怎么地呀、啊。松松小工不累，年轻人干点活不怕。给他毛巾，我还给他汗，我冷了吗？你不知道拿哪个碟子，松松知道。松松是打杂的，
松松就是妈妈，就是说句心里话吧，原先对你有很多不公，真是妈妈今后一定改正。我们有我们的相处方式，我的儿媳也是那么关心我爱我，也是那么爱我这个婆婆，可是我为啥我做的就 不好呢？你哪有不好？我从来没有。我知道你进家门的时候说心里话，我真是愧对你，真是对你不好。今天在他们身上我真是学了很多很多，就是怎么样能对儿媳妇好。真是松松，我从来松松松松，真的对不起。妈妈说说这话，不要说这话。妈妈说，哎呦，你这怎么？真是没有，我在别的婆婆身上我学到了很多。妈，真是对不起。妈，你不要说这种，我真受不了。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在那儿泡脚的时候，黄圣依给她婆婆脱鞋、穿袜子。黄圣依她婆婆说：“你看我们圣依。”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松松也给我做过这样的事儿。黄圣依的婆婆把大衣拿起来，这是圣依给我买的。我想你也给我买过那么多东西啊，我也鼓起勇气站起来，我就说这个大衣也是我儿媳松松给我买的，可是原先我从来说不出口，真是说不出口。妈，真的妈呀。嗯，我今天吧，我给你买的一个纪念品。这个礼物呢，虽然钱不多哈，不贵，但是妈妈的一片心意。松松愧对你。妈，你不要太放在心上。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，我们的方式是比较直，就是知道你心里面是。就不舒服，但是起码目的达到了，因为你真的做了。是啊，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你骄傲，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你肩负起来，这是我们都看在眼里，都很开心的。你是一个很好的母亲，妈妈今后一定改正，往后咱们共同都开心快乐。新同学，哎呀，好热，好儿媳，他跟我说抱歉的话，我就觉得好心疼啊。我觉得家人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，而他觉得欠缺的那部分，我觉得一点都没欠缺，你已经对我们很好了。嗯，我觉得就是幸好妈妈你也能理解。我理解，你应该改变一下，把心往这边挪一挪，别光在那边心挪一挪。挪到这边。我还以为昌铎来了，我看到定位他好像在附近，但是他也没发信息给我。嘿，此路是我开，留下买路财。他了，哎，东哥，杨老师，哎，来，东哥，哎呀，张铎，张老师，张老师好，东哥，杨老师好，杨老师好，东哥好，你俩在晒太阳呢？对，溜达溜，今儿天挺好的，这感觉太好了。对，我应该好好向你们俩学习学习啊！你们俩真的是，我觉得。你要学什么呀？你要是想学，就可以到这个丈夫学院去学。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？我们家去完就黄了。我这两天一直在家补课啊，认真的补课，真的向你们学习，你们做得太好了。像跟妈妈的这种交流哈，表达对妈妈的那种爱特别直接，而且你看你跟你妈还能手拉手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跟我妈手拉手过，但是我也确实看好多就男生跟妈妈就都是这么。很亲密，大人忙了，对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里面，哎，挺来劲的，挺好的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张铎，哎，跟您学习。哎、你好，你好，郭晓东。你好，想跟您请教请教，就是教教我们看看怎么个染法。这跟那个大染房那个陈六子那个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那个。这叫啥染、啊？这个是彩印。哦，我以前当过印刷工人，就是它有个四色机，它就是对图案嘛，对好了之后四个颜色上去之后，其实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对。哦。我来刷两下，来。这个是刷红色，我来试试。来，行。他刷绿色，他刷红色，那我就做监工呗。我跟你讲，这很重要。就如果没有监工的作用，我估计他们俩是做不太好的。是我这样这种感觉，这行吗？这种感觉？行，对对。我觉得不太行，这个毛刷呀不能平。哦，这样是不行的是吧？对，就等于说这个有点多起沫了。师傅，我说的有点道理吧？有道理。哎，你是师傅没讲，你怎么摸到这个规律？我真的是在车间做过，车洗爆膜前，描图晒图，我是真会。师傅一动刷，我就看出来。小郭同志，你看这些地方，对对啊。哎呀，你看我都没看到。我学到这个精髓了没有？精髓厉害，师傅什么别喊，师傅我班长吧。你看你这师傅在这儿呢，我也不好意思啊。你丫绝对是一个房子里边不干活那种，然后这种跟师傅说，师傅说有道理，我就学徒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最能干的那个，就老师傅最喜欢你，这一看就没在车间干过。现在开始创作期吧，好吧，要不这样的话太普通了，对吧？在印之前，咱俩应该签个名，有咱俩 DIY。一二三，一二，你看多漂亮！我们一人弄条围巾算了，我估计只有我们仨互动了。忽悠别人不行，忽悠我妈和老婆还不行吗？我估计我忽悠不了，我到最后我自己记了。我是不敢，是吧？我们家也是，我一般见到老黄我就立正的那种，我紧张。那咱俩可以抱团取暖。是的。东哥，我考你道题啊，你知道这个女性怀孕足月多少周？十月怀胎啊。40周，所以你就得去老公学院。十个月，一个月不是四个星期吗？十个月，这不是40周吗？我再考你个题啊，不听老人言啊，这上一句是啥？上一句不就是那个不听老人言吗？上一句，俗话说得好。哦，是。东哥，哎，我问你一下，一个常识，做好的热菜啊。是放冰箱之前是让它热着就要放进去，还是说等凉了再放进去？凉了。你这老公学院绝对，我跟你讲，一道都没对。我们还蒙对了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还蒙对一个？为啥呀？不是谁热着往里放啊？你要放凉了，在外面是滋生细菌的。细菌啊，所以呢就热着放。那我觉得可以，那我报名。怎么样，师傅？不行，那这成啥了？我们自己发挥了一下，师傅，放心吗？那得好好回去解释解释吧。啊，我们也给他挂上吧。哎呦，如果是看人家染的这玩意儿，再看我们这个，他这一层一层的可不容易。他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均匀哈。对呀，非常均匀，对，而且有规则。嗯，我们这是无规则的美。这个其实。它在某个程度上说也是技术活，也是技术，对，很强的技术。怎么扔上去啊？一二，动，一二，蹬，不是，来，杨子来，给我，不用，不给我。啊，东哥小时候爬过树的，快，给我来，来，呀呀呀，东哥可以。你看小时候爬过树的，对，往哪边放？放这儿行吗？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也挺好看的，还可以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还行，行，还能爬上去，相当行，挺好看的。但是跟人家这个比啊，你咱这个细节就不够了。你看他的这个，一个这个弄得多细啊，里边还行，拿出来一比 ，DIY，DIY， 对，这只能自我安慰叫 DIY 吧 ，DIY。啊，对啊，哦 ，D， 东 ，I。你有爱吗？我有爱。你有爱？我爱杨子吗？我是 D， 我是爱。
我是唧唧歪歪的歪，我们是 DIY 爱豆组合，脸皮太厚了，这三个人爱豆组合。他这个地方挺好，你看，整个的这个感觉，包括后面的大山那个感觉都漂亮。你带相机过来了吗？我带了。哦，哎，那你拿手机也可以给我们拍一张照片啊。手机，我这有手机。我。那你也有手机？我也有手机。拿手机给我们拍几张啊？你这是凡尔赛吗？你有手机，我都有。我也带一个，我妈也给我买了一个。你看你德哥这个凡尔赛不错。哎，我到现在没明白这凡尔赛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凡尔赛是法国的一个宫殿，就是炫耀嘛。你比如说形容房子大，到餐厅十分钟，咔一拍，真不想去吃饭。比如说很贵的包哈，故意拍我口红好看吗？啪，焦点在包那儿。比如说我今儿走路特别不舒服，因为今儿早上出门前，圣衣给我系这个鞋带的时候没用心，这有点欠揍。对，就是那样啊，啊，就欠揍的意思，凡尔赛。好吧，下去了，峰哥，整个歌吧，来一首啊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摘上把银归，把银归。成天的红霞烟太红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哎，一二三，三。妈，妈，老婆，松松，邢玉珍，听不见吗？妈，老黄。我们的暗号。哎，这你们俩的暗号吗？他会懂，他会懂。哎，我是杨子。姐夫们好，夏姐。张德。啊，郭晓东。啊，你好，阿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阿姨好。啊，我老婆呢？我老婆把我妈弄丢了。你看你的暗号，你的暗号。对。像不像？好像啊！我刚刚以为谁把宠物带过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听着他学狗叫，我又听着小狗叫唤的时候是你啊？啊，肯定是我呀！哎呀，妈，这我，这我们染的布。汇报一下工作，来，我们今天下午去古北水镇的永顺染坊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呢，跟人家师傅就学习了，然后染成这个样子。太棒了，对，太棒了。而且这个地方啊，说一下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做了我们的 logo， 就汉语拼音的 CD。然后杨子呢？九歪杨歪是吧？西瑶小东就是这个杜嘛，地杜。然后还有台湾的黄先生，他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，所以你看这儿有好多黄色，黄色，这是我们的整个的 logo， 有创意，有创意。啊，我们现在三个人一块说吧，来啊，我是 D， 我是 I， 我是 Y， 我们是。D I Y 组合，我们几个已经练了很多遍了，就没有一遍能齐了。能齐了啊！下面呢，请这个各位妈妈和老婆，然后一起拿这个剪刀，可以剪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块，开始剪吧。撕下来。好了。好。好吧，这一块就是你的了。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这个给那个谁吧，黄先生吧。对，给黄先生，给黄先生，黄先生留着。大家伙儿啊，今儿个是相对最齐的一次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既然今儿个把布都染出来了，咱们来一个漂亮的、嗨起来的走秀，好吧？
好像个灯泡啊。为啥？都是一对一对的。走吧，一起吧。那我们就一起吧。对你拉着他，你拉着他。我们也酷一点。哎呦。到时候把杜存批在这儿。你忙完去了？我们先是去泡了个脚，下午呢去做了一次风疹。你看这两个是我画的。看到了，我说怎么那么丑呢？那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兔子。这么著名的一个卡通人物，你不知道啊？猛奇奇。猛奇奇是一个猴子，是长得跟你很像的那个。你觉得你跟他像吗？聪明的一休，奥特曼。现在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卡通叫皮卡丘。皮卡丘怎么叫？皮卡丘呀。皮卡丘。什么？叫皮卡丘。你赢了，你吃饭吧。你看另外一个，你看觉得画的好吗？另外这画的好啊，大金鱼啊。那肯定好啊，那一看就知道是金鱼。是你画的？你有这水平啊？你亲自看的吗？妈，那鱼谁画的？他画的。真的？是你画的？确实是我画的。嗯。但是呢，模仿艾琳画的。所以说你的智商和你的艺术水准已经降到跟艾琳一致了。妈，你要多照顾他，他智商比较低。可聪明了他。太聪明了。他和安迪比谁聪明啊？安迪聪明是跟他妈，随他妈呀。妈呀，哥，你真是端水大师。这破袋子的这上面穿，我穿衣太多了。你擦擦汗。那就是，这手上练不得叫你这弄的。你是累不累啊？但是玩的挺好的。我觉得我妈的气色还真挺好的，还挺好看的。哎我的妈，那好不好看？比去年那会儿看的好特别多。嗯，他们都说我给练谁好看。来，请喝汤，娘子。你口水都吹进去了，我不喝。真是难伺候。来。不是，我不吃这个，我不吃，我不吃这个。嗯。什么？豆腐啊，豆腐丸子，豆腐的哦，这好好吃啊！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喜欢吃。妈，你尝一口，妈，你喝一口，你喝点汤，喝我喝点汤，你尝一口，尝什么也不吃了，也不平时晚上就很少吃东西，对，晚上我根本不吃东西。嗯，晚上吃点心哦，好健康，我也要这样，那我也不吃了，你一个人吃吧。来啊！我妈都看不下去了。一家的生意，我他这么买一大包的东西，那么多的东西，我这是一点点的交易。哇，还挺漂亮。对，很好看。谢谢妈。哎，这个是给当装饰品梳子头上的，是不是？特别美，好看。我给你拍了照片了。那你给我拍照片。哎，你用美颜吗？有人都是活在美颜里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看美颜就是属于自欺欺人。下一个，对，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是美颜好看。这是你拍我最好看的一次，真是。喂，亲爱的，你们饭吃完了吗？啊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啊，那咱们去泡温泉呗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那个。阿姨她 OK 吗？啊，她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。我不泡，我不泡，我不洗。一块儿下见了啊。好好好，见。好。你要是上次穿了个浴衣呢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不去行了，我就不去了。不去就不去吧。她觉得害羞。我不去行吧？可以，肯定会尊重您的意思。我就想跟您说，您是什么样，您喜欢您就是喜欢，您不喜欢您就是不喜欢，您就直接的告诉我。我就是不喜欢。对，我就不喜欢，我不吃行吧？刚才你妈在就等你的时候，她偷特别小声偷偷跟我说，你说他们到底在录什么，来来回回这录了个啥。我说没事，待会儿您对着那个镜头您就直接说，
你们录了个啥？来来回回录了个啥？我说在录了个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这要么看着个头，要么看着个肚。那那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到处到来回来收钱。好好好，走。嗯，我这吃完一肚子饭，一会儿去泡温泉，挺个肚子。没有你可以穿个 T 恤，穿个 T 恤，感觉像是个潜水教练似的。我去看看妈妈哈，就把她安顿，她要睡觉休息了。好嘞。反正今天也玩得挺高兴的。累了吧？还行。您就洗个澡休息一下。咱们就晚安吧。晚安吧，睡个好觉。嗯。没办法，东西带的太多了。就衣服来说，我都会带几种不同类型的。像这种颜色比较亮一些的，通常会在拍照的时候穿，特别上镜。我现在身上这套呢，非常简单，因为是纯棉的，穿着很舒服透气。一般出去走走逛逛、爬山什么的，就会这么穿。其实这些啊，都是前几天我在唯品会上买的，他家物流一直特别快，这次出来就能穿。买衣服记得上唯品会哦，都是商场的牌子和款式，天天都有打折，你一定会在上面挑到你喜欢的。好吗？那我们去泡温泉去了啊！玩得开心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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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嗯，慢点啊，踩着。哎呀，我这像鸡蛋西红柿。你为什么配成这个样子？你不帮我整理好，我哪会？你看咱俩这颜色，呵，什么颜色？赤橙黄绿青蓝紫全有了。你看他们俩的理解跟我是一样的，我也是说穿成这样，他说不是的。嗯，他在楼上啊非常高兴的讽刺了一下我的智商问题。哪有哪有所以到底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你的理解有问题？走吧，我们出发了。天亮就出发。好漂亮啊，这里这么泡啊。哇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觉得这好哎，我就喜欢这个。怎么这是咱们自己烧的开水？不是哈。哎，我看见了，老婆，我们在给你们暖水。我就怕。哇，郭晓东，我从哪里来啊？从这儿来，从这儿来。从这儿来吧，从这儿来。我看你老公也没啥举动。对，赶紧的。你主动过来找我呀！主动过来找我呀！不行，不能找。嗯呐。妈妈妈妈，暖一下。我觉得你为什么会站起来？我觉得好冷啊！我老婆来了，我肯定得站起来。我冻死我也得站起来啊！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哎呀，这扎针的这是。我是养成习惯了，条件反射。这卓哥，哎呀，这狗粮咋的？我应该时时刻刻向他们学习。杨总呢？你看人多淡定。我特别想做的像杨总这个样子。哎，你不是说想做像张铎那样子吗？哎，我都想，都想。我要行走在淡定和不淡定的边缘当中。你意思是我来的时候，你先像张铎那走一半，然后再杨总那样子对我来，是吧？把你牵过来之后，我就淡定地坐在这儿。但是呢，东哥是一个这很真的人。我能在真前面加个非常吗？谢谢，我刚才没好像也没损你啊。凡尔赛，凡尔赛，凡尔赛，来你们来凡尔赛一个来。好漂亮的景色哦。啊，东哥，你看这长城好长哦。真的，这样的景色我随随便便从老公眼睛里面就可以看到了。顶级凡尔赛了吧？啊，顶级凡尔赛，顶级凡尔赛，我没太听懂什么意思啊。我走了，这个现实节目组那个我泡完了。我是不是试过凡尔赛？就是在茶话会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希望你老公，就是为你做了100件事，我说他不要打电话给我，啊，他不要打电话，对，是不是？我是说个这个，真的，因为他呢，每次他都要打电话找我，然后他找不到我呢，他就要找一圈的我身边的所有的人，
所有的人就之后就打电话，就同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赶快回罗哥电话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听到那个，这个是凡，这个是凡在。我找我，我一直都找得着你啊！问题是，一直都找得着我。他昨天一接到我电话说，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我回去一看，连上刚刚打的那个我没接上那个电话，一共只有两个电话，一共只有两个电话。不会吧？怎么不是？我还给你妈看，我说你看，他刚刚说了那么多电话，一共两个，加上刚刚那个没有接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是不是南方人就说你妈我妈，北方人都说咱妈？然后你们会这么说吗？你们会不会说咱妈怎么说？咱妈怎么说？其实我们也会，就是可能是语言习惯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我是这么觉得啊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孝顺在心在行就好了，不必过意的拘谨那些繁文缛节。我也看到好多评论哈，有说哎，说我收了你妈，就不礼貌了。我个人认为不对。你比如说，我要是跟圣依说一件事了，唠叨咱妈，哎，咱妈那个饺子，要不给咱妈吃点儿，咱妈把这个拿回去，你给咱妈把陈皮拿回去，把普洱拿过来，给咱妈拿这个，我估计她得疯了。所以说，有时候直接表达你妈我妈没关系，都是妈。是的，是的，对，一口叫不出两个妈来，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事儿。哇，讲得好，是，谢谢。此处应该有掌声，此处应该有水花。太好了。真的想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个问题。你伤害了我丽莎姐，你让你表示你亲一个吧。哎，亲一个，亲那是属于奖励的。你就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完全没有必要在心里说，就是个人和语言习惯的问题。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，不要我其实我们俩会经常吵架，现在吵架都是因为这种语言上的注意。其实我跟他说，你希望他注意，但是他就会觉得我很较真儿。是他在乎，不是较真儿。夫妻之间都吵架，我跟孙红也吵架，实际语言上但很正常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他我和圣依不吵架。嗯。圣依只要是一瞪眼，咔我就跪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你看看，学的真好。哎，错了，哎，错了，错了，哎，好好好，来，哎呦，哎，原谅了，哎，好了，来，抱一个，来，丽莎姐，抱一个，来。我是不是会经常把这个天就聊死了？不，谈不上，你这就太谦虚了。因为你聊天这个天就没活过。你聊死了，他这不他活过？我觉得你和丽莎姐的情商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你知道我说谁是地下的那个吗？他说的是我。你看丽莎姐又在凡尔赛。他说的肯定是我，这么多镜头，我肯定要保护我老公的。有。刚刚还说人家铎哥撒狗粮呢，这狗粮撒的。夏天要做好防晒，安利你们我用的防晒三件套，一直回购的防晒霜，防晒指数高，上脸很清爽。这个牌子的防晒衣和遮阳帽，面料透气，不会闷。这些我都在唯品会上买，他们销量大，能直接和品牌合作，确保正品。唯品会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，买品牌好物上唯品会，超多大牌，每天都有三折。本节目由斑马 APP 赞助播出，学语文、学思维、学英语，3到8岁上斑马。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奶粉赞助播出，美素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、不便秘。本节目由治疗不爱吃饭、发育迟缓、夜惊多汗的龙母壮骨颗粒特约播出。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？都给他们叫起来。起床啊，起床啊，我是独哥。麻子点，麻一点。娘，走过来我都听见了。吓死我！哎呀，吓唬我！是他吓唬我，吓唬我。
你们俩很有吓唬我。世界女子千万种，让每个女子都活出最美的姿态，善待时光，善待自己，女神节快乐，棒棒的，好看。善待时光。我这眼睛不对，怎么老眨呢？知道。再来一遍，我这总不能眨，就总得这样式的。世界女子千万种，愿美。你还是走就来吧。世界女子千万种。哎呀，说了，现在就说了，一直那个爽快音。世界女子千万种，一直在说。你是睡得还行呀，晚上？还行。你不关灯吗？我不知道关哪了哈。你咋不那么点开关？你随便按不就行？我没按上。跟你去。太不吻合了。来吧，来吧。我们带麦吗？哦，要不，我的腰本来很好，很好看的，这戴了就不好看了。一样好看啊，它无法掩饰你的美，它只能是点缀着你的美丽。完了，我真是认出来它啊。我是经常碰到这样问题。他前段时间在我的剧组探班，也被别人认成了工作人。然后他说他肩膀累，我就给他按松肩膀。后来他工作人员说：“哎，你赶紧让你助理让开。”他说：“你在忙。”我今天怎样的好看吧？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很自然。也不知道像啥景，今天化个妆。不化啊，不化，不化，不化，那怎么？给您涂个唇膏什么的，要不？我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。没事的玩意儿嘛，化会妆。看来长那么大，你也没化妆。你要不试试化一个？不行不行，皮肤过敏。喂 ，Hello， 早上好啊，都中午了好吗？今天是妇女节。哦。节日快乐，亲爱的！你都忘了，人家正都给你打个电话，你才记得。我才记得。节日快乐了，阿妈。啊，是的。给他买点礼物去，好不好？他不许出去，他就是礼物。我们一会儿把他放到那个里面，你就拆开。那你得买多大箱子？那我去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哪知道我去哪里？我想去。你不能去。如果你把我带去，肯定他们觉得是个惊喜。你的惊喜只属于我。我跟着你，请你斟酌一下你刚才说的话。这原来还能玩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媳妇儿，多好啊！我们三个人自己约的，你去干嘛呀？三八妇女节你跟他们约，他们过节，他们又不是妇女。嗯，他们，我们三个人是为了更好的凸显你们的。走了啊。哦，我们俩这种黏黏糊糊，您觉得好不？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他在眼里生死，你告诉我，我告诉我试试。是我带这两天背后边这里，一开始害怕，后来也不害怕了，挺好。那您赚了第一笔钱，您怎么花呀、啊？我花30-30，蹭蹭30。那你有没有想过给郭晓东买个礼物？我儿子也行，我也行，我不会，我死后不会买东西。到时候您赚了钱，给自己买几身你喜欢的衣服。我前天有啊。啊？什么？您就说吧，没事儿。他们不都是天天有吗？也不是天天有，就每天都加到一起的。啊，咋个意思？哦，那样子。你们怎么还没有付我妈工资呢？他都不那个意思，不那个意思。你们管我吃，管我喝，带着我玩，我是高兴了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我就想跟您说的不是钱不钱的意思、是其实每个人的劳动都要赚取一定的报酬来养活自己。就在咱的跑地种种花生种地瓜怎么是缝手套啊，一个紫手套1.5分。我一还不睡觉缝50副手套，挣1.5块。真挺不容易的。我是觉得小东特别吃苦。哎呦，他可怜不得。
你知道吗？小东到现在都不太喜欢吃冬瓜和茄子。那是，是因为在挖下水道的那么多年里面，每天都只有这两个菜。他不告诉我，这胃吃那么大的亏，他不告诉我。我到现在都对潍坊有特别特别不一样的那个感情，是因为当年小东一开始就是在潍坊挖下水道，他特地带着我去了一趟潍坊，就找了一下吧，说当年我在哪里挖下水道。就我以前对那个下水道的井盖是没有概念的，我不觉得它怎么样。但是其实我听完他说的，我会对那个下水道的井盖，就是挺害怕踩上去，然后会有那种，哎，怎么说，很心疼那个感觉。是啊，所以特别不容易，很苦呢，很苦，很苦。我后来跟你爸爸一块来，到他看看他干什么的嘛，你不放心吗？到他来看他干什么的，一看就是啥事儿，第啥事，第一次，第啥，我是这样能不能做吗？哎呦，一看着，这也难过、啊，也没好说，也帮不了。确实特别不容易、所以我也知道他赚钱特别难。其实我蛮心疼他赚钱的。我问问您一个问题，他这么辛苦赚的钱。您知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我这里？给你啊，好啊，越放你怎么越放心？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话。那您希不希望他把钱放在您这里？我不喜欢，我不乐。我没有问过您啊，这是我第一次给问您。这说不好，这挣老婆该丢给老婆嘛，不放就放你安全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跟妈聊过这个。对。然后，别人家有的这些关于这个的矛盾，我们家也从来没有过。我是挣钱就得老婆管的。那我买个很贵的衣服，你也不问吗？我不问，你越穿好越漂亮，我越高兴。我也有脸，是吧？你们不觉得把我宠的都宠坏了吗？不宠，不会的，也不你也不会，也会赢。这样子得打这块这个面，我垫给你。垫垫，好好媳妇，垫垫。我不是会很甜言蜜语讨婆婆开心的那种人，但是可能我对他们的爱呢是放在心里头的。其实我内心是感激我婆婆的，因为问到问题其实是很多家庭面对的很尖锐的问题。因为郭晓东把所有的钱都给到我，他妈妈其实是知道的，我很感激他们能这么做，很难得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。好媳妇，买衣服呀，给我钱呀，花呀，给也不也不生气，我是很高兴，这就好媳妇。妈真的很好、真的，其实不是所有的妈妈都会这么想的。我是这样想，我放你安全，我也喜欢。真的，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她的婆婆可能会比较心疼儿子。那一样，她疼我疼儿子疼你都是最好，都一样。妈，谢谢你。我总是把这个人头上边画大啊，其实人应该是枣弧形的。我每个人长得跟每个人不一样，还行。我参观一下啊。还进来啊？我让我参观一下。进来吧。哦，赶快把这呀。您盖藏啥呢？没事，我本来是想给你画张像，然后再封上上。画了两个钟头也没画太好，后来我心里就觉得不合适，因为封着嘛，封着我怕我们家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肥了，所以我就不给你，我就没敢给你看。但是有一根线踹着的呀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倒好，是不是一根线拽着呢？对啊，不管你飞到哪儿去，然后他也是能拉回来，他也是给你拉回来的。对对对对，你这么说的就好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就放下了。所以没事儿。小姨画的我像不像？我觉得像，因为我这是第一层稿，我觉得还行，就是这个地方看、这个地方好像稍微大点儿。因为画嘛都是修改出来的，到时候画好了我送你，就是装上框，肯定就跟现在不一样了。谢谢小姨。不用谢。哎，你抹的是个啥呀？你这不挺好？他抹的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先学方式，一定要像笔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人呢和笔的动作就那什么，你看，一定要拿笔这样就稳，这边拖着。开始要快，
尽量是一个方向，因为太厚，先大面积的涂上，让细节的着过，看见了吧？哎，显然你对自己非常满意，才会发出这种声音。知我莫若一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就是干活的话呀，工具得找好，前提呢姿势也得弄好。你看圣衣这么染出来的话，一定不好看。我看圣衣比你染的好，你是不得涂油味儿，它涂的多。我舍不得涂油，对我节省。这话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舍不得涂油。我给你也涂涂吧。男孩不能染指甲，染指甲怕媳妇儿。哦，真的有这种说法？对，像那么都是这么说。给你涂一下吧，好吧？不用，我已经很怕你了。我再涂了的话，见到你咔就跪下了。就是要这个效果。哎，这个可以的。妈，灰指甲。你们这颜色选的是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莫奈色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叫无奈色，你非得给我涂，我是无奈。每个手只刷一个不一样的颜色。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打开唯品会搜婆婆妈妈买同款哦。哎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节日快乐，张朵啊。我快乐，我快乐。妇女们快乐，我就快乐了。他们过节就等于是我过节了。那咱们得买点东西去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铎哥太逗了，他们过节就等于我过节了，那能一样吗？他们过节你们得破费，来给。啥意思？这是这里的地图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去选一下你觉得好的东西。你去吧，去吧。来，拜拜。去吧，皮卡丘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八妇女节，应该叫女神节。女神节，咱们今天出去玩儿，走一走，咱们几个婆婆是不是啊？对，咱们开心的玩啊，想怎么玩就玩，向快乐，向快乐出发。哎，咱们在这儿也可以照个相。对呀，哎，我给你们照个相，在这儿。你教我，你俩摆一个什么？两个手插兜。哎，对呀，肚子再往回收一收一收，收不了了。身子再往前一点点，这样点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景。你这手别这样，也可以一个手插兜。没，笑起来真好看，像花儿一样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多漂亮呀。好了，哎，咱们运动运动。怎么运动啊？我给你再看咱的动作啊。我们一起摘呀、啊。我们院里好多的山楂树。我们这樱桃够啊，还不得够我那么高呢。这个桃子好大呀，今年的葡萄长得特别旺盛啊，给你孙子摘了多少草莓呀、啊、摘了一大筐啊，我请你们大家都在我们家摘草莓。你说嗨，看看，我还以为姐夫们都在呢。没有，他们都出去了。漂亮，好看，今天还戴了个耳环。对对，庆祝一下今天我们的节日。节日，对对对，我们的节日。Hello， 哇，你们都到了。哇，好公主啊，公主。昨天看你们全是一对一对的，然后觉得好失落呀。你有没有回去给打电话，说你为什么不来？打了一个他没接，然后后来回给我的说在拍拍着呢，要不要打个视频给他？哦，脸这么大。Hello。今天是什么节日呀？三八妇女节啊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女神说的？祝你们都永远的一直这么年轻漂亮美丽。然后永远的这样幸福下去。感谢，谢谢。那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好好照顾好宝宝。照顾好宝宝。不行，这句不够。对呀、啊、你就好好照顾宝宝，这有点什么，这有点，谁照顾宝宝，我们在旁边听的都 对。那我呢？你肯定是由我来照顾呀。然后等老公回来啊。好的，好，拜拜。
我们刚刚没有看到灿灿给杜淳撒娇，哎，我不太喜欢撒娇。撒一个吗？我也不太会撒娇，我也不会，对吧？我也不太会，我不会。这个你是专家了，你传授一下。我真不是，你还不是？那啥是专家？我真不是。有事儿我就说事儿，就有事儿说事儿。对，没事儿没事儿就。你今天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，他一直没有看出来。你就想让他看到你这件衣服。那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这么说的。对啊，就这么说吗？是啊，我也是这样的。那要怎么表达？你教我一下。你就看着他，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对你都这样。我跟你打赌吧，他肯定说，哎，你脑子有病啊！我100%还这么说你。你来试一下，太别扭了，你来试一下。这个、你试一下，比方说，你就跟他讲说我要喝水，那我想喝水。嗯。捏住了，要说出来，要说出来，要喝口水。这个茶是下毒了，我觉得是。他不说，这个中毒，他能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你也试一下，你就隔着屏试一下。你今天可以对着我们先撒一个，来。嗯。老公要喝水。哇，这个你这个很自然，这个很自然，很好啊。他一定会觉得你今天怎么了？你说你想买什么吗？你想买什么？对，但是是不是有时候男人还是希望自己身边的那位撒娇啊，或者怎么样？一个男人又希望自己老婆能干、有主见，又要温柔，又要对你完全的理解你，怎么可能？真的能干的女人注定了就不会那么温柔，是对不对？那、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女人什么都要做到？我说你在做梦吧你。哎，我以为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大家都不撒娇啊。那你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学一下。我现在是小东，然后我在这里喝茶。好，来演一个哈。有病吗？你觉得好不好看？哎呦，你的白头发来得好、啊！我不是要让人问头发，我是说这里好不好看？胖了点，狠不狠？狠不狠？会不会这么狠啊？你每句话都是他说的，真的天啊！所以你要跟他撒娇，要告诉他我，你要看我，你看我吗？你看我吗？让妆化好不好？好不好看？我肯定说很好看的、啊，对，所以就是跟老公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，对，是，对你来一次，你来一次，我又是杨子了，你杨子，你杨子不行，哎呦，声音你来的太好了，哎，哎呦，这老婆来了。真好，我老婆就是好。所以现在演的是杨子哥，还看不出来是杨子哥。哎，我来帮你演是杨子，他演的我觉得不对。昨天Action。哎，你喝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茶特别好，这是100年的普洱。哎，你闻一下，你闻一下，这我刚刚泡的紫砂壶。哇，我这个壶真的很好啊。不行，你们演的演不像，你知道吗？关键你说的，你得把它说清楚啊，你否则就是形而没神。你来演杨子 ，Action！ 这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，你看这画画的多好。那你先看看我，我跟你知道吗？文艺复兴的作品哪个好看？你肯定没有他好啊！你有这么老吗？你有这复兴吗？那这个升值你知道吗？古董啊，不是我不升值吗？我难道不是无价的吗？你还差一点，你要好好修炼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回去多看点书啊，看了书你就升值了。不要那么肤浅，总是穿一个橘黄的裙子在眼前晃。那我开心，我就想穿红裙子啊，我要高兴啊。你开心有什么用呢？你现在开心，明天不开心了。你多读书，明天后天都开心。那我见到你我就开心、啊。你见到我开心，那你多见到我。你来的时候再给我带点礼物来啊，那我也更开心，我们一起开心好吗？老公，我来跟你做个实验好不好？我们俩对看6分钟好不好？看看你有多爱我。对，我们定个时啊。啊，好，来开始了。哎，你眼角纹多了，好烦呐！你不要看这个，你看我的眼神。哎，你今天口红颜色画的有点深啊。你认真的看着我嘛，你别哭啊！你掉什么眼泪啊你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
你把你都绕过去，就你说什么，说到最后都觉得我是错的，你是对的。那就要看杨子拿一个紫砂壶，看他哭是什么样子。我哭得出来的。哎呦，我十秒钟就能哭出来，但我没用过这招对待那个杨总，因为我觉得男的一般都看不了女的哭，对吧？其实哭真的是一般男人都。那你哭张铎会怎样？会手忙脚乱吗？不会手忙脚乱，就一定会很认真的面对这个事情，对吗？对。杜淳是什么样子？他会马上跑过来说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老公真的不是你们这样的，所以我就好难过呀。啊，他怎么样的？最开始跟他谈恋爱，在地铁上弄得不高兴了，我一哭，哇，你哭什么？多大的事儿，你哭什么？他就转身坐另外一个地铁走了。啊，然后那次给我留下了非常。怎么说致命的就阴影吧。我觉得好可怕，他为什么不会心疼我？他觉得女人哭是一件天大的事情，他的思维里面就是哭一定是家里发生了，比方说很窘迫的经济状况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除此以外小小摩擦这种，他也会觉得女人会哭，你怎么会哭呢？他说他觉得他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会哭？我说哭不是要做错事情才会哭啊，哭那女人就是很想哭，想你哄哄我的时候我也会哭啊。他说太可怕了，不，这也是你们两个相处方式。他嘴巴比较硬，对，可能他心也里面也是软的，是的，他非常觉得是这样。现在慢慢的会好一点。你今天可以酷酷的，然后酷酷的，对对对，就反转一下。你们都一会儿都那样，从进来就开始，就是哭管用吗？我觉得可以。你看他会他什么反应？他会打我吗？他会打。我们都不能笑场啊，各就各位了。各就各位啊。丽莎姐，你平时教孩子都有什么办法呀？以前还挺操心的，现在就省心多了。我的一个闺蜜还给我秀她家孩子的斑马学习报告，都是三颗星的。这个是英语吗？这是英语，但是斑马也有思维还有语文，都是 AI 动画的形式。身边有很多孩子都在用这个，听你很多朋友也在用，像他们经常在外面工作，也不用操心孩子学习，孩子既主动又爱学。好棒啊，这个宝贝我跟杜淳一定要提前的备上。好的。太重了，便宜实惠，货又好，寓意又高。你咋了？你为什么都这个颜色呀？啥意思啊？刚刚说到一些事情。啥事情啊？刚刚聊到了一些事儿，然后就比较压抑大家。你那么看我干啥呀？我看你不像悲伤的样子。我觉得你很过分。我咋过分了呀？你想想你做了什么？哎，我真的听得好生气哦。我做啥了？我啥也不会做呀。啊，算了。我咋了？拿纸巾，快。擦擦擦擦。好。哎，你是在？睫毛掉了都有。为啥呀？又疼了。他自己买了个艾灸，把自己肚皮给烫伤了，偷着抹了点牙膏，他怕我笑话他。他现在有个包呢。是这个事儿吗？不是。你们几个演的不像，你都快笑场了。这现在特别考验你们的专业技能，你专业太差了。哎，哪有这样笑场的？你看过这样笑场的？嗯，哭成这样还能笑场？那得多难过。是的，涂指甲油了，我都让你涂了。他说你们每个老婆都给老公涂了指甲油了，忽悠我给我涂了指甲油，你知道我给你买东西的时候所有人都看我，是吗？是的。我这么完美的人不应该能够气哭了你，你们是四个女人一台戏，你们心里边一定很失望，把气氛调节成这么压抑，然后让盛一哭了这么多次，他还是不信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真的，你觉得自己这么完美吗？男人不可以这么自负好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长期的还是短期的？没给你妈打电话？还没到时候呢？啥意思啊？哎，我就纳闷，他们怎么会把你给推举上来，又哭哭啼啼的？这要是那个要让松松姐哭的话，我觉得张铎了，你哭头就跪了，姐我错了。要如果哎，是不是东哥也是？你们弄一个他唱来的话，你们这个就选错了。我们没有选错。
你看他说没有选错，没有选错，没有选错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就是你配合一下行吗？要不重来一次？来再来也行，再来一次，好，不是要面子吗？这面子给足了。我回来了。呀，哎呦，你咋么了？你咋么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老婆，肯定是我惹你生气了。啊，不管怎么都是我不对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看见你哭我就心疼。你说什么都是我错，别哭了。你给我买礼物了吗？买了，都是你的。全是我的，没有他们的吗？本来有他们的，看你哭的话，算了，不给他们了。他们对我来说不重要。这是我最重要是吗？当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我发脾气，我不开心，我难过，你都要这样的是吗？是的。拉钩。就拉钩。可以。可以吧？可以。OK。哎呀，早说呀，老婆。啊，张铎回来了，张铎回来了。嗨，我回来了。欢迎，辛苦了。各位。这个美女们好啊，你们老婆怎么着？穿上这裙子啥意思啊？啊，好漂亮啊！啊，抱抱，好漂亮，你这啥意思啊？好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抱错人了呢？哎呀，晃一晃，沙姐，哎呀。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哎呀，我这眼神你看，哎呀，啊，够了，我裙子要脱，我裙子要脱了，我去脱裙子了。你们慢慢聊啊，太可爱了，慢慢聊，那太可爱了。一会儿东哥进来谁表演节目啊？他该他了。那你别太难为东哥了吧？是，我也这么想，我现在特别紧张，因为我手心一直出汗，嗯，急死我了。他一进来你就说，看着错了。出去啊，不是吧？啊，去哪里？哇，这么壮观，这么多人。嗯，围齐了。来了。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哭泣。来。哎呀，这个动作闪着我了，怎么了这是？还有，哎呀，来，一辈子，花开富贵，啊，太有创意了，一辈子。谢谢。您这是在演话剧吗？嗯。练哑语。你得把那个屁股的那个，把那个瓣儿得摘。哎呦！哎呦！还留一半呢，还有一半呢。下去不是你在干嘛呢？我说我吓我一跳，那我是心惊胆战的。但是一上来的话，东哥真是怕了。是啊，我是发现我穿了个不一样的衣服吗？我看到了，你不觉得我很酷吗？是你这一动作，真让我一看就起范，一起范我就一哆嗦。你为啥起范呢？我想用一个最新的形象在你旁边，你选一下，是希望我像以前那样？不用，你在我心里每天都是新鲜感。哎呀。可以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情商没得说了，可以了。时时刻刻都是新鲜感，每天我都变着花样的去适应你。你这是吐槽我吧？开始啊，我觉得开始是100分，最后这分给拉平了。说多了，说多了啊，还得去学校。哎，为什么你拿我的花送呢？我有意见。Ha ha ha ha!
我一看沙姐把这花先放到旁边了嘛，我都不敢接，给我们恩泽一下。这是在这是在我、哦、刚才真的挺感动的那一下子。杨总跟一直帮我去出谋划策，我真的不是你自己想的，我真心的想，不是我告诉你，我要灵巧。这个呀，东哥说的很对，因为他是给你用心挑了好久，转了好几遍，最后他说呀，他说特别想要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杯子呢，你可以买一个，一杯子一辈子。哦，对不对？你爱。哎，我都没有想过一辈子一辈子。我也没想过。是、嗯、我给你买过多少杯子，你自己说。几十个有了。因为他老催，他一拍一部戏，一个星期催四个杯子。所以那个丈夫学员，我得继续学习。这个礼物是给你妈的。你为什么说我妈？你昨天不说咱妈妈，你就说这是给咱妈的。那咱妈那个呢？咱妈那个还在后头。那到底哪个是给咱妈的？那另外一个是给咱妈的吗？以后都说咱妈是吗？这个是咱妈的，那个也是咱妈的。那我们把两个咱妈的礼物带回去给咱妈。你的耳环今天特别漂亮。哎，情商啊，高情商，高情商，转移话题，高情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呢是非常可爱的小公主。浪漫了呀！希望小美女们能够永远是一个美女，永远是一个小公主哈！太可爱了、在老公的呵护下，永远美美丽丽、漂漂亮亮。好、啊、好寓意。哇！这个是圣衣的。哎，这是给我的。好、啊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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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你的。谢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。是灿灿的，谢谢东哥，不客气。这个是给台湾的佩岑的，嗯，希望能够喜欢。来，你的红薯啊，我媳妇曾经跟我说过，走到哪里只要看到红薯就一定要买，一定要吃。我就特听她的话，就给你买了一个红薯。哇，好贴心啊。嗯，确实红薯真的对身体很好，所以我跟他说过，我见到红薯我一定会买，然后他就记住了。嗯，东哥是真爱你，真的爱你。干嘛？哎呀，别去！你干嘛？你看看，看看，哎呀，啊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，来。哎呀，其实郭晓东很少对我这样子。他是一个会做很实在的东西，但是很少做这种很浪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爱情的真挚啊，其实无外乎也就两件事情就能够说清楚。第一件，就是说在你最落魄的时候，他还能够依然陪伴在你的身边。第二件，当年华老去，容颜已没的时候，他依然在你身边，伴随你左右，默默地陪伴着你。所有的爱情相爱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计算的，就六个字，忍让、相守、信念。说得真好。此处有掌声吧？有掌声，非常好。然后最后一个重大的礼物，我把我送给你了。啊，好甜。其实通过今天买这个礼物，我就会觉得其实特别清晰的能够表达家庭的这种关系，只不过在这过程当中我老是犯错误，嗯，老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下次我能够尽可能的去调整我自己。嗯，先送给大家每人一份我觉得特别有寓意的哈，这个秤杆啊，称心如意啊，好。另外呢，我再给大家买了一个小玩意儿，我挺享受在学院跟大家学习和交流的过程的，真的学习到蛮多的，融入家庭，让家庭更加幸福啊，让自己的才能和学到的技能融入生活当中，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。该我送了，该我送了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我们三个人啊，一开始商量了一下，因为杜淳没有在这儿，没有在这儿，我们给杜淳呢打这个电话问，你看看你这边有什么需求没有，给他们准备点什么礼物。我媳妇儿啊就喜欢就是可可爱爱的东西啊，感谢啊，感谢你们。他非常了解你，然后我一想呢，也是到中午时间呢，大家呢也没吃东西，我就实际是说给你买一点吃的东西。这个好实在，知道吗？啊，谢谢，好好、啊、谢谢德哥、啊、谢谢 啊杨德哥，来来来，谢谢来。我把这个杯子呢送给老婆，我是杯子，你是咖啡，
我的心里永永远远满满的爱都是你。好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杯子是可以承载这个的，然后又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情感，满满都是爱。然后一会儿给我妈妈，还有松松的妈妈呢，订了一个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公鸡呢是五德之禽嘛，吉祥之物，就是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，家和万事兴，和和美美，家和万事兴，这样，阖家欢乐，太好了，好棒啊！从我们所有的这几对嘉宾当中，我还是吸收到很多养分。大家每个人在一起相遇啊，彼此有一个好的缘分。啊，大家分享生活的东西，是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最有意义的事情，那也是婆婆妈妈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价值啊。妈妈，我们直接来比比看，看谁最了解佩晨。好，你觉得要怎么办比较好？我们这样，我们两个，同时传一个简讯给他，看他先回谁。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想一下。女儿，妈妈好像有点头晕晕的耶。惊叹号。苦肉计，你告状。好，那你可以念出来，没关系。我刚才肚子突然不舒服，匆忙跑到厕所，发现没有卫生纸。你赶快来救我！哦，你，一二三，手机响，没有卫生纸。妈妈说头晕。你那招蛮厉害的。你这招才厉害，你比我急，我才晕，你没卫生纸。老了，肯定输。你几分？都是27分啊。那怎么办？那妈妈，你想啊？你不是说没卫生纸头晕？没有。你们在比赛啊？对。头晕是假的。平手。再来。得分出个胜负。好。我们来各选一套衣服，看他会选哪一套来穿。我跟妈选了一套衣服，你会穿哪一件？你们两个这样子，妈妈，我们不要给她太大压力，让她选好再跟我们说，我们去楼下等你。是。我跟你讲吧，我比较了解她。那佩晨是我生的。现在我说不定比你更懂他，更了解他。不见得啊，看看啦，他是不是漂亮老婆认输了吗？他这个出去不行啊，出去太冷啊，手是有一点冷。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咧，你要不要试去穿另外那一套，是不是比较暖和一点？再试一下。再试另外那一套啊。试试看嘛。我怎么一直在换衣服啊？没关系，我是觉得我赢定了。我也觉得我不会输定。好。我怎么觉得穿这样好像也不错？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样才像侯佩岑嘛，活泼、青春又美丽，是不是？你看。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漂亮，只是这件会不会有点凉？刚刚那个洋装那个大腿会露出来，你采草莓的时候蹲下来，那不就整个穿帮了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要去采草莓？没有，我们假装吗？OK， 我想说我怎么不知道要去采草莓？OK， 好，你会选哪一件？做最后的决定。我必须要平心而论，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都选得很好。就是一件是因为我觉得很休闲，就是很适合做任何事情，然后这件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很时髦。因为今天我们的色系来看的话，我就会穿那个黑色跟你配啊，这样我们不是就可以母女装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都可以啦，两件都很好，我很喜欢啊。对，那这个挑战还是我赢了。好，对不对？我有十足的信心，我还是让你再挑战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
来，侯小姐你坐着，我们去做我们的事。海选，所以你放在一起，然后拿去看他是谁的。好，都可以。好，好啊，好。对了，来，你们两个人在做什么啊？不告诉你。老婆，我觉得你吃水果一定要赏心悦目，看到很棒很可爱的水果你才会有食欲，所以这是我特别做出来的水果拼盘。你看看哈、哦、这个枣子呢，一口一口这样，有没有这样刚刚好种进去的。我还洗了盐巴，它有盐巴的味道就会有增加水果的甜味。谢谢妈妈。老婆，红色的番茄一定很好。哦，怎么样？你看看看这个樱桃，像开广告这样。谢谢妈妈。橘子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好，换我的樱桃，我选过的。不用，很好很好。谢谢谢谢，你们可以休息，你们也吃一点嘛。来来来，你最喜欢吃香蕉，你吃一点。我妈妈，你不是会抽筋吗？抽筋也要吃香蕉。哎，樱桃，吴雪你也吃。枣子，妈妈也喜欢吃枣子。来来来，哦，大块的，你要先吃大块的。好，非常好，你们两个今天做的太棒了。可是我们还是得要看谁输谁赢啊，一个胜负。这样好了，妈妈，我们鼓励她，因为她真的平常都不，就是完全不会做家务啊，更别说洗水果什么的。你看她还磕了一个好可爱的，那我们这一轮给她获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可以了吗？今天这样子，那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了吗？开心开心，吃饭喽。我妈，你们先吃，我出去一下，买个东西，马上回来。就是买个东西，马上回来。这个你也有参与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现在你们两个人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这样是不是觉得过了一天很丰富？非常开心。谢谢你们玩我。那你们今天比赛算是他得分比较多吗？其实我真的是希望他是赢的。他越来越能够了解你，了解孩子，才是真正你人生的最大的重点。但我觉得我嫁给 Ken 以后就比较不会想太多事情。是因为你嫁了一个自在的丈夫，你是会真的有变得比较放松自己。将来你们两个要独处的时间还很久。陪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，他们没有时间来理你们两个了。那我现在你要抱抱我，我还是要赶快来抱你吧。对啊，以前你都一直坐在妈妈的膝盖上面。我这么大一只哎，来了，我这么大一个人，我要坐下去哦。可以啊，你看看。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，那她跟佩岑结婚，她就是我真正的儿子。像我女儿嫁过去，我也希望我的亲家母把我的女儿当成真正的女儿。所以到现在十几年来，我跟我的女婿是没有摩擦的，不管她做对事做错事，我永远她就是我的儿子。你说他是去哪里了？不知道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会又要出任务了吧？就哎，会不会是小龟打来？我看一下，真的是是是啊。喂，喂喂，老婆，喂爸爸，你在哪里？老婆，你麻烦你来海边这个冲浪，就是昨天来的那个海边一下，好不好？
你说现在叫我去海边，你又跑去冲浪了吗？你过来再说嘛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。好好好好好，哈哈，穿保暖一点哦，保暖一点。好好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应该是这儿，是不是他又要冲浪给我看？因为昨天我没有在观景台看。嗨，老婆，来来来，我以为你要冲浪给我看，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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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走上去好了，小心哦。你有看到哦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给你一个小惊喜。不过老天爷又把我的惊喜破坏了。你想看看我画的什么吗？嗯，我刚有其实有拍下来，那草长得很快，一下子就那个了，两个心就是我们。哇，你自己弄的。画大一点，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。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发生了，这个潮汐涨得太快了，希望可以撑得到它来的时候，希望老天帮忙，涨潮涨慢一点，不要把这个毁了，潮不要涨那么快，尽快赶过来。你们也小小小惊喜了，没什么。No， 真的是重要的事，是想说带你出来走一走，让你心情好一点。其实今天来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我知道，我跟妈妈来录这个节目，让你最近有很大的压力，心情一定很沉重。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老婆，我永远在你身边，我的臂膀需要靠的时候，我都是在这边。然后我们爱你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高低起伏吗？一起度过就好了。爱你，爱你。没事，好不好？我总是很怕说我会做出错的决定，然后我觉得我做最对的决定就是嫁给你。这不是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吗？今天变成是做最对的事情。谢谢你，阿明。怕你着凉了，走吧。Thank you。走吧。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，买品牌好物上唯品会，超多大牌，每天都有三折。哇哦，好漂亮啊！每个人选一个啊！我要把这个鲜花送给他们。你要给莎莎啊？莎莎不在这儿，那上哪里了？哎，我走错了吗？我都不认识你了，你太漂亮。你们就一个儿子啊？就一个儿子，争取不要一个，要俩。阿姨说你可记住啊，赶紧生个老二。不要担心，我会帮你画很漂亮。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把人类画成鸟类。我现在变成鸟类呀、啊！还给他做一个惊喜。哇！好看吗，媳妇儿？老婆，你不能。陈陈子他妈，我问你，你说你今年过年你在哪过？他从来没离开过，他是我的小棉袄，到了沈阳他就是我的军大衣。那不行，他不适应。小东在我们结婚之前就说我妈永远都是对的，错的也是对的。错的也是对的。当时说那要这样我们俩别结婚了。小东，你干嘛呀你啊？干嘛呢？把我逼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好呢？现在？但我觉得你一般。怎么说？就感觉一般。疼痛体验仪。我疼是吗？你要是不行，咱们就停了。抽筋了。难题总让人伤透脑筋，
老婆要宠你，老爸也当你表忠心。不许大道理，错了都怪自己。世世待命，拥抱你们的双面夹击。也不能怪我某一刻的玻璃心，也想摆好工作和家庭的天平，不小心又推你进甜蜜陷阱。上微博参与婆婆和妈妈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生活温暖时刻。特别感谢合作媒体微博财网、微博综艺，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、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号短视频互动平台、抖音特别知识媒体中国家庭报新闻客户端合作，今日头条、凤凰新闻、一点资讯、Zucker 封面新闻深度知识合作平台、秒懂百科 logo 首席母婴知识合作媒体、科学家庭育儿特别合作、快手、百度输入法、好看视频、闪萌 WiFi 万能钥匙、发发快送、易代驾、智行、音响生活笔记、媒体支持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中国青年报、北京网、环球网、国际的线、兼容网、粉丝网、中国娱乐网、三六零娱乐、猫扑娱乐、红网、华声在线、新浪湖南、腾讯大象网、大众网、亚洲娱乐网、熊猫娱乐、亚洲文娱、亚洲影视。